大家好，今天我想来尝试腌咸鸡蛋，也算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了。鸭蛋不太好买，并且价格贵，所以就用超市的鸡蛋来替代。鸡蛋是非常好买的，每一个鸡蛋大概有60克，我一个一个把它从盒子里挑出来，蛋壳表面完整没有破损的，然后都已经洗干净，刚才放在外面晾晒干净了。我刚才呢又去超市买了一点白酒，家里也没有人喝，所以就花了2美元买了一瓶特别小的伏特加，伏特加度数应该比较高，外加缺的就了这个精致的海盐，然后现在就来腌吧。我想用果盐法，这一共有20个鸡蛋，也不是特别多，所以就不泡了。果盐法这样还节省一点空间，不会搞得湿漉漉的。先把它转一下酒，我也是第一次做，看别人呢学习了一点，说是裹了酒之后，这样会比较容易出油，然后再来裹盐，过会儿再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。这是我裹好的咸鸡蛋，我把它放到了盛衣服的盒子里，然后把它码起来，塞到床底下。好了，塞到床底下吧，看看30天之后怎么样。从20来天我就开始尝它，人生有点小期待。